睡觉的人们找到真正的幸福。一家一户搞一眼到两眼水窖，投资非常少，它又解决问题。只要把积水面呢进行处理的好一些的话，它收集到的水应该说是没有污染的啊，天然降水。老照片像是时间河一样，11年过去了，张文郎跟庄振基再度回访通渭。这样这个夏天来的时候，就是整个树都活起来的绿色的，那现在都已经枯，但是它命是很耐的，它不会死。那春天来说，它慢慢就会再长绿芽。此季在甘肃的第一期水窖，一共351眼，主要就盖在通渭。志工来到编号第10的陈玉相家，就像老朋友一样，话题总围绕在水窖上。陈玉相，哎，这是一位家老，在吗？啊，就放心了，你好，很久不见了，哎，早上起来，起的早早个的了，反正6、7点起的，4、5点起的，赶紧跳上，赶紧，啊，干两碗水就跳上来，好，来，坐，倒个水吧，而从慈溪窖煮出来的茶。也特别的甘甜。哎呀，这是你们台湾的窖，好，这水就甜得很。是，我们睡觉的水吧。啊，嗯，我说你们是我们就喝不上你们水了。啊，现在煮这边不带水了。啊，不带水了。从1998年的第一期工程以后，慈济的援助其实没有中断。2009年，最新的1000口水窖也陆续的完工了。而他们究竟跟传统的土窖有什么差别呢？慈济为甘肃援建的水窖包含一个水泥集雨场和一口30立方米的水窖。下雨的时候，雨水从屋顶落到集雨场，水泥构造会保护雨水，不让它渗入黄土流失。雨水顺着集雨场的低处流经过滤孔来到沉淀池，等到水量高过沉淀池的水孔，就会流入水窖储存起来。只要一年下几场雨，加上随时维护集雨场与窖体的清洁，每户人家一年的饮用水就不虞匮乏了。慈济窖与传统土窖最大的差别是，它改良了传统土窖容易渗裂、水质混浊的问题。我们上次带回去检验是都是 OK 的，那我相信这次再带回去哦，也没有变化的话，那就是表示我们当时所有的考虑是对的。就是说在施工的过程中特别注意给予跟导引过程。陈玉相家的墙上挂着一张1998年拍的照片，那年他刚满18，跟着乡里的孩子们一起敲锣打鼓迎接慈济志工们的到来。热闹声中，长长的水窖情缘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萌芽。一年当中只靠7月份到9月份3个月的雨季，其他的地区其他的时候这个雨的降量蛮少的。那由于是长期的干旱，这边连蒸发水的蒸发力蛮高的。通渭县位于甘肃省东南山区，这一带史称陇中，俗语形容啊，
是个胖死麻雀滚死蛇的困厄之地，年降雨量仅仅350毫米，蒸发量却高达1000毫米以上。疏松多孔的黄土难以蓄留水分，夏季暴雨一落到地面，瞬间就消失殆尽，地表水无法蓄积，地下水也难以涵养，农民打井就算运气好也只能挖到含氟的苦水。有没有挖到水啊？金毛水啊，马六十几丈深吗？挖了十几丈深，挖到十九丈深没有水啊。又填上了。通渭居民多以务农为生，没有水就难有好收成，也因为收入微薄，农民只能更卖力地扩大开垦，薄收则广耕，广耕又导致薄收，过度垦荒的结果使得水土严重流失，大地因此更加的贫瘠。而在黄土高原上，一户人家是否富裕不在于有多少农货与牲畜，而是看他拥有多少水。小时候，陈玉相的爸爸是个盖不起水窖的贫困农户，在慈济援建抗旱工程以后，原本必须耗时挑水的劳动力得到了释放。根据中国社科院的研究，因为有了水窖，农民每天可以省下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，劳力从此可以转换成生产力，而不是奔波挑水的喘息。好麦子啊，麦子，哎呦，不错，还来不错，今年的吧？今年的，收成好的。那今年价格怎么样？今年价格9毛到1块。9毛，那比往年好。啊、那比往年好。好。这一袋子要卖100块钱。哦，一袋子100块钱。啊。哦。十年过去了。现在陈玉相跟太太合心合力，光玉米小麦的农货收入就超过1万元的人民币，农闲的时候更可以前往兰州打工，全家生活因此大为改善。家中无字画不是通渭人，陈玉相的家里也挂满了各式书画，这也呈现了当地耕读传家与书画艺术的风行。春节前，陈玉相来到农民书法家李基家里，希望求得一幅好字。在太阳灶旁，李基在宣纸上豪迈挥毫，4个好字映照着陈玉相的心情。农民不求大富大贵，可以得到善缘好运已经够感恩了。此刻陈家人与慈济志工同聚一堂的画面，更仿佛是这4个字的缩影。通渭自古就有悠久的书画传统，擅长描写中国西北农村的作家贾平凹出访通渭时留下这样的描述，通渭人处处表现着他们精神的高贵，你可以一个大字不识，但中堂上不能不挂字画。根据官方统计，目前通渭约有300多家书画店，5000多位书画创作者，几乎家家户户悬挂字画。2002年，中国文化部将通渭县命名为中国书画艺术之乡。除了书画，剪纸艺术在甘肃农村也很盛行，农历年前更是通渭妇女们相约剪窗花迎新春的时节。这就窗花，挽窗花是三十过年了，我们要挽窗花了，扎窗花了。通渭剪纸构图简洁，除了线条流畅干练，风格更是淳朴浑厚，也因此被称为陇中民间艺术中的一支奇葩。那您们怎么会开始做会剪窗花的啊？我奶奶学的。跟谁学啊？我奶奶。
奶奶学啊？嗯。几岁开始做这个窗花？10岁吧。红红窗花。